嗨，翻到嚟第二節，咁我哋都睇片先啦。一陣間我哋翻到嚟就會問下 Gaffy 佢飛鏢上面嘅工作係啲咩啦。咁我哋睇片睇下今次 Athena 四強，另外仲有邊個出先？嗯。電視就有小氣對 Amanda， 嗯，小氣又換了一件很青春可愛的衣服，很 cute 的衣服。哇，其實小氣 的訂標呢，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他那個動作，可塑性幾高喎，係真係咯，幾暢順啊！嗯，唔知佢邊位名師指點佢，因為佢真係掟咗標好短日子。啊，佢個 film 其實都我未睇曬佢其他，睇下有啲白馬係會走啲咩樣出嚟。这个 film 是怎么拿的 Kathy 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好像是 Count Up 来的嘛，是有一段时间、哦、Count Up 需要拿到好像不知累积了不知过万分，累积了一个不知三万分，三万分啊，是的，一个三万分的时候拿的一个特别的 theme 来的，所以那段时间呢很多人操 Count Up 这个 game， 还有要发觉嗯很多人出猫的哦、我禁止啲人喺我個場度做呢樣嘢，係咪啊？出貓唔應該。做過一次之後，我即刻畫，啱啱睇翻畫面就真係好爽，清脆啊！係好清楚，好中意睇小氣訂標。我唔係因為嗰、那個，你真係以為唔係咩？但係因為佢嘅動作真係個連貫性好強啊！真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咁就好有節奏。譬如佢。佢都有去到某一啲位咧，去到譬如決賽啊，或者係一啲埋標位，佢都會好深呼吸咁啊，唞一唞氣啊。但係其實佢其餘所有咧，佢都係好穩定嘅。因為我好中意睇人掟標咧，睇佢隻眼嘅。哇、哦！佢真係眼仔碌碌，唔完全唔眨眼嘅。咁同阿 Christy 又係唔同，阿 Christy 又好型嗰只嘅喎，好酷。嗰啲係西啊嘛，西係依然都係西，係啦。西和酷是差一線的，不是我的樣子比較惡一點，比起小希來說是小希好像小綿羊一樣、啊、我們看看 Amanda 的眼睛，其實他訂標呢幾集呢他真的很有信心，哇訂50分 call 兩分、啊、所以他很有信心、啊、是這個 good cover， 但有點險、啊、這個兩分，好，我睇七十級。啊，差咗少少啦。誒，咁特別，大家都聽到啊！掉布啊，攞完對鬥低分。好。清脆。咦？咪要打 design 打 design 打啦。Designer 501 Open In Open Out 我們行布那標其實都挺重要的，是啊，因為先手就永遠都多了三支標的機會，是啊，爭幾十分爭很遠的了，因為01 Game 真的都是靠都很快完的，所以真的後邊一個行先是很有著數，好六七 Round 基本基本六七 round 咯，如果女仔即係平均嚟講，第一 round 兩個都有啲失準啊！哦，去到尾段咁啊，似乎拉開咗少少啦。
啊，完全拉開曬啦！咁啊，睇下 Amanda 呢鋪呢個 round 有冇機會做翻起翻個墩啊，最少都。小希依然都係揀埋十一喎。係喎，依然都係揀十一喎。頭先我哋睇到上一集嘅時候，十一已經玩咗佢兩次啊，可能佢咁樣就係要克服翻。翻去勤操咗十一。翻去勤。我哋睇下佢呢個禮拜嘅成果先。OK。哎，依然都係俾個十一玩嘅。我啱啱想講佢都 OK 喎。係咯 ，OK 喎，隔離啫喎。唉，今次十一又唔知要爆幾多次。睇下 Amanda 可唔可以把握到啦？啊，佢我諗佢都係掟布。OK。唔緊要，唔中都。好，二十二分，再接再厲。好。咦，克服到啦，一支。我都話呢度啲人好小氣嘅，依然都係講完 Hard Round 就賣俾你睇啦。係冇錯。咦，而小希咧就進入咗我哋嘅決賽啦，決賽就會對 Christy 啦。嚟緊我哋好心急啊！不如我哋睇埋決賽嗰個結果係點先？好嚇、啊！第幾次對小希啊 ，Christy？ 第二次，我記得即係我哋呢幾場嘅比賽，我對佢嘅次數都好少嘅。嗯，我只記得阿 Jace 係對得佢最多嘅。係，冇錯。上一次到場嗰幾集咧，就係阿 Jace 咧就對阿花對得多，次次都係 Jace 對阿花。嗯，佢 shot 啦，一開標行個燈。咦，有少少壓腳喎、啊、，Christy。有啲壓力啊，可能對方行到個燈。哇，好似有啲。哇，我啲分已經開始。哇，喺、去咗邊？好，哎，爆咗。唔緊要 ，Christy 大把機會。唔係㗎，好緊要㗎。佢因為佢已經 call 分啦。係啊 ，call 分啊。嗱，喺唔緊要啊，兩 set 就搞掂㗎啦。哦，哇，爭啲中，爭啲中啦，真係。阿小希贏咗第一局先。咦，唔係喎 ，Christy 輸咗第一鋪喎。咦，係喎，有嘢睇，輸咗第一鋪喎、嗯。通常 Christy 輸咗第一鋪就不得了啦。我哋睇下佢第一 set 係咪即刻，哎，可能第一 set 都係冇啊。唔係啊，梗係啊，係第一支冇咋。好咗少少。即刻起翻個燈先。咦，但是小希就打邊爐麻麻地喎。其實55109其實好接近嘅，去到埋標位就其實好接近嘅啫。好。喂，唔緊要，32喎，又係32喎。即係零八，我覺得小希唔識計分，佢應該唔識。佢應該係掉標機有指示，掉布㗎係嘛？我都唔記得咗。誒、哎，冇喎、啊，啱喎、啊，掉得啱喎。O、okay, K，good call 嚟嘅，一個三十二，一個都係四十，好接近。嗯，唔緊要，中隔離都唔緊要。哇！又係好危險嘅十八，啊、兩個都埋十八。進入咗 decider， 哇，好緊張啦！兩個都唔會揾彈出嘅，係啊，嚇死人咩 ？decider 又係睇個埋杯啦，埋杯就小希行先，哦、啊，咁啊小希著數啲喎。正常分數77。
咦，都係咁上下啫喎。哇，差唔多喎，兩個都。哇！但係小希點解可以掟咗下邊？佢諗住掟17啊，係咪啊？哇！但係甩咗，都甩得幾遠啊！又係11啦！哇！真係又係11啦！俾你講中咗、哎，又係爆嘅！哇！佢射自己都跳出嚟，每次都係呢一個十一，睇嚟真係要揀個第二個埋標位啦。係喎。Single 三，咦咦中咗 triple， 中咗51啊！冇坏嘅，冇坏嘅，我系中。激死人啦！一陣間咧就要對住阿 Wendy 睇下攞唔攞到啦，台柱啦。咁、我哋翻翻嚟呢度咧，我哋即刻問翻阿 Cathy。嗯，好啦，頭先我哋上一節就講啦。其實依家你關於你嘅飛鏢工作當中包括啲咩嘢嘅咧？其實好似除咗要即係大型嘅賽事即係參與到之外，亦都頭先推廣講過好多關於推廣嘅工作啦。咁、其實由舊年年底開始，除咗呢啲推廣嘅工作之外咧，自己都開始教班啦，即係教一啲開始教飛鏢啦。係啦，開始教一啲新手去由唔識掟飛鏢點樣去開始接觸呢個飛鏢嘅運動咧。咁就即係即不經不覺都去到開到第三四班啦，咁樣咁所以即呢個都算係我幾新嘅一個突破嚟嘅，係啊。教標幾好㗎，教學相長。咦，我有個問題想問喎，咁係咪全部都男學員咧？係你都想問啊？係咪全部男呢個靚女教班喎？因為啲仔早幾日喺我度教班，全部都係女仔，9:1。係咩？係啊。咁我就9:1係男士居多。哇！真係啦，靚女係靚仔係著數啲嘅。咦？我原來希仔咁多女仔嘅咩？我交換正常。但我又冇刻意去諗話即係究竟男定女，因為我都係開放喺即係開放一個報名，大家邊個報邊個參與咁樣。咁但係我覺得對我嚟講，一開始嗰個心理關口我克服咗好耐啊，即係我覺得自己對我嚟講咧，要教標咧係要去到 Royden 嗰啲級數咧，18 rating 咁樣就出嚟教標。咁我自己覺得啊，我其實仲有好多嘢要學，我仲有好多嘢要突破，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嘅關口咁樣。咁我就喺度諗啦，其實我仲有啲嘢未解決到，或者我未做到最完美，係咪呢個時候我要出嚟教咧咁樣？咁但係佢哋都俾好多信心我 ，Royden 嗰啲都俾好多信心我。其實唔好諗啦，出嚟教啦。係佢話其實對於 beginner 你係有韌有餘，即係你點樣去教佢哋由。拎住支飛鏢去分析嗰支飛鏢，其實應該係點樣掟？其實你係足夠可以應付嘅，即係覺得係可以教嘅。咁因為我而家克服啲關口比較 advanced 嘅關口，咁佢話對於 beginner 嚟講，佢覺得應該可以應付到咁樣。因為我覺得基本知識咧，其實冇問題嘅，我覺得真係冇問題嘅。我都教過班㗎。係啊，因為我哋有冇膽量去做呢樣嘢？我都教過班咧，我係清一色女仔嚟嘅。哇！全部都 model 男神級啊嘛，你全部 model 唔關唔係咩？全部都 model， 全部 model 想學飛鏢，全部都高過我嘅，幾好嘅。其實後來我先發覺，原來即係教飛鏢對於我嚟講 ，remind 咗好多我覺得好 basic， 但係我已經遺忘咗嘅、所以我就係講教學相長。係啊，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啊，都好多謝我自己。其實嗰班學生佢哋都 inspire 咗我好多嘢。其實有教飛鏢咧，就可以更加推廣，即係你唔將你自己嘅嘢話俾人聽咧。咁就停留咗落去啦，將多啲自己知道嘅知識話俾人聽咧，咁我哋個飛鏢先會多啲人，多啲人玩，多啲人。我覺得飛鏢就唔係一個人掟嘅，越多人參與，越多人即係學，越多人玩咧，呢個機冇錯就越好玩咯，係。係越多人就越好玩。除咗教鏢咧，仲有啲咩咧？除咗教鏢，都係啲推廣嘅活動咯。咁譬如有時我哋而家都多咗，譬如同啲老人家去合作啦，啲老人院啦。咁我哋去即係教佢哋嘅時候，譬如佢哋搞比賽，咁我都會係出席去現場支持佢哋嘅，即係支持個班長啦，或者係分享一啲心得啊、秘訣啊。咁其實你又唔好睇小老人家喎，哇！
佢 O K 喎，即係佢哋嗰個心理質素啊，佢哋比賽嗰個穩定嘅。其實我反而我哋啲後生要向佢哋學習。係。係啊。佢哋嗰個堅毅比較堅毅啲啊。係啊，同埋睇到佢哋應付臨場嗰個壓力咧，佢哋去調整啲，去睇一睇後一步，諗一諗，跟住即係，我去觀察佢哋嘅時候，我都覺得，即係加油一步，如有一，加油一步，如有一步。係啊，即係佢哋應付，即係社會經驗多啊，可能真係應付壓力嗰、那個。抗壓性是有時比年輕人更加好，啊、另外你譬如依家你用緊咩飛鏢噶？我用緊自己型號，係 Cosmo Dart 出俾我嘅一個即係自己型號嘅飛鏢啦。咁呢套飛鏢叫 Ring of Grace 啦。咁我自己都喺個設計上俾咗好多意見嘅，即係譬如重量啊、長度啊，或者佢啲飛鏢嘅紋上面，我自己都覺得係 tailor made for 我自己。哦，即係自己畫咗張圖俾佢。係啦，個人嘅型號啦，屬於咁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比較直身少少嘅飛直直身嘅飛鏢，但係佢有前衝嘅感覺嘅，即係有時覺得子彈頭係好嘅，即係前衝個感覺係好爽快，但係有時操控上係有啲難度。咁直身錶咧，又其實係好適合新手同埋任何階層嘅飛鏢手，但係我有時又覺得佢唔夠去，咁所以就好想有支飛鏢可以有兩個嘅好處加埋一齊，咁所以我就自己。即係參考咗好多即係唔同嘅飛鏢嘅款式啊，跟住之後就試咗好多，之後就畫咗一個我自己覺得心目中係適合我自己嘅，再去俾呢個廠商，咁佢就做咗俾我。哦，咁幾好喎！舊年年底就推出咗市面，大家都去支持一下。咁除咗飛鏢啦，咁飛鏢液啊、飛鏢杆啊、飛鏢針嗰啲都會有 sponsor 喺度。係啦，都係同一個嘅廠商。哦，同一個廠嚟嘅。即係我自己飛鏢液都係 Fit Flight 噶啦，即係都係 Cosmo Dart 旗下嘅，咁都有我自己嘅 model。即係有自己的型號。你 Fit Fly 有冇分咩形狀啊？有的，我自己就用 shape 嘅，即係比較大路少少嘅形狀，即係 standard 細少少咁樣啦。咁我覺得操控上比較平穩啲，同埋容易啲掌握咯。即係因為細 fly 係細 fly 就飛得比較快，我自己覺得就難啲操控嘅咁樣。咁杆上面我自己就暫時而家就用緊三號杆，即係都係識轉嘅杆嘅，咁即係會個 fly 可以轉嘅咁。咁我就好得意嘅。即轉會唔會會影響到你自己？譬如掟飛鏢嗰、那個，會唔會？點解要中意轉嘅咧？譬如我哋傳統嘅飛鏢係唔轉噶嘛。係咁，其實佢嘅錶翼咧，如果係容許到佢轉咧，如果你做一啲好近 grouping 嘅飛鏢嘅時候，有時少不免會因為撞到個飛鏢翼而彈走，或者影響咗個角度。咁如果佢識轉嘅時候，你就心理上起碼會覺得應該係會入到嗰個位嘅咁樣咯。所以依家我哋就介紹一下。因為大家都咁多集啦，今集都第八集啦，所以應該要對呢啲飛鏢知識咧要知道下。咁所以飛鏢嘅配件有咩突破咗？今日阿 Cathy 就有講啦，有啲會轉嘅。係啦，因為個巧妙其實喺支杆度。去買飛鏢嗰陣時就應該知道，原來有唔同嘅嘢嘅喎。係啊，可以試一下嘅。我自己成日好熱衷去試唔同嘅 setting 嘅，即係以往去訂飛鏢，頭嗰兩三年係不斷咁樣試唔同嘅嘢。咁我覺得都幾得意，即係好似玩人哋中意玩車咁樣，都要試唔同嘅配件。係係，原來真係好唔一樣嘅喎，係啊。咁譬如嗱，依家咧你又有錶身啦，又有錶杆啦，咁其實都幾多嘢 sponsor 嘅。嗯，係啊。會唔會因為有啲點解你會覺得點解會？sponsor 你咧，即係當然除咗你訂，即係當然飛鏢又好嘅咁其他嘢見到啦，唔使講嚇。咁點解會 sponsor 我？係咯係咯，點解會 sponsor 你咁多？我諗即係還是你係要去揾啲人去幫你傾啊，因為大家都想知道一下噶嘛。其實我本身係認識嗰啲品牌嘅，咁我本身即係去同佢傾嘅時候，都係我自己去同佢哋傾嘅咁樣。我自己去傾。佢本身認識我，可能因為我 Dust Life Official Player 嘅身份啦，咁又再加上以前同一啲賭場有關係嘅時候都引戰過嘅。咁後來即係我係由即係之前我係另外一個飛鏢嘅 Barrel 嘅公司轉過去嘅時候，我就即係直接 email 去同佢哋傾咯。咁佢哋其實都好想喺香港去 sponsor 即係一啲女仔嘅 player，因為香港其實喺佢哋嘅心目中都是一個幾重要的一個飛鏢的市場，所以他們都需要一些即可能 icon 或者 去代表他們公司的一些人物樣，所以係咯，即係咁啱，我又覺得形象上佢哋個品牌又年輕啦，即係我又中意佢哋啲嘢，咁所以就即係嗰陣時就接觸咗佢哋，佢哋都即係好樂意去咁樣建立個關係咯。係，所以就係話俾大家聽，即係。會有其實很多人很多外國的品牌咧都會向住香港嗰啲男女的標手咧，係啊，揾佢哋去做一些代言人㗎，所以你哋自己要更加努力
其實去做一個品牌的代言人，外國的品牌代言人其實不是那麼難的，你們努力一點就可以了。是啊，在大賽上打好一些成績，他們都會留意到的，其實真的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呢就會再講一下，始終我們都問不到那個問題，就是Cathy 在感情生活裡面是怎樣的。我們下一節回來見。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，現在上來這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，付費之後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，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。